佛心啊，下众生不改一性法，闻法性净满，不愿亲善友，不敬闻净法，弃离法义气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啊，佛的心啊，还是关心着众生。佛因缘啊，这点心啊，就是甲众生的心安尼牵连着啊。伊烦恼的呢，就是啊，众生不改一性法，那众生的根基，只是接受着迄个小乘渐法。不过时间不留人啊，佛陀呢，那人间呐、啊，就已经过了七十几年啦、啊，所以这一心大法呢，不得不赶紧开始。所以啊，在这个中间，也阁看到众生未当通好了解。哦，所以佛陀啦，心也阁放不下。大家人听法已经四十多年了，开始修数的人啊，心呢开始起着一份空过五万，那种的正常万，以为讲。我拢总知啊，我听遐久啊，我拢总捌啊。这种的正常捌的心已经开始了，就亲像提婆达多同款啊，随佛出家，听佛说法啦。以为呢，伊拢总了解啊，所以他。这个正常慢气啊，那在外面啊，真侪谤佛谤法啦，那家己呢，佫开了另外一番的法门，那就是不正确咯。所以啊，闻法心正慢呐，不管亲善友。就是明明啊，正知正见正法，安尼的善友啦，确实有人就愿意远离安尼的善友，因为呢，伊对正法啦、啊、已经无起恭敬心，所以不敬闻正法。无爱亲近善友，不尊重正法啊，所以弃离法义气，弃离啦，已经放弃了这个正法的义气啊。就亲像拄只讲，提婆达多，除了伊家己本身的正常慢啊，也个。僧团的内底呢，所属啊，有的人呢，就远离了佛陀，弃离了僧团呐，那就对着提婆达多讲话去啦。亲像安尼，这嘛就是佛陀烦恼的代志吼。啊，所以佛陀啊，心系众生。改一性法，这是啊，咱这么久长讲的话啊，拢总是差不多佛陀的心态啊，因为佛呢，心所护念的法，在这个时间不得不说啦，就是偏偏呢，在这个。会众的内底，也阁有少数人不改正法，所以啊，
恐惊伊会成了飞蛾，佛陀呢，也阁是保留着。不过舍利弗啊，就是一再殷勤啊，请佛说法，已经是第三次了。佛陀字字不舒服说，那舍利弗客气不下殷勤请法，所以舍利弗嘛讲，请佛放心啦、啊。我们现在呢，这的人啊，就亲像我舍利弗啊，已经呢对佛遐尼久啊，其中总共有一个有1200多人，这拢总是上随众啊。佛所说的话，大家人拢会当信受奉行。除了阮遮个人，也阁有无量真侪真侪人，拢共款呐。因为呢，过去啊，还是受佛所教化的人，有遮尼侪啊，所以佛陀啊，请佛呢啊放心，那请佛陀会当慈悲啊来解释这个。一心妙法啦、啊，真呢就是舍利弗代表这多人啊，来向佛请求，甚至呢替大家人保证讲哦，阮听到这个法，绝对会心生欢喜，信受奉行，这是舍利弗的殷勤啦。所以佛陀呢，已经听舍利弗一再再二三，安尼的请求，逆时世尊告舍利弗啊，你以殷勤三请，起得不说啦，你今提天善思量。知故当为你分别解说，哦，终于佛陀呢答应啦，愿意呢，甲伊心所护念一心真实妙法，要讲出来啦，这个一心真实的妙法，开始要讲啊。佛陀呢，还是爱个定灵啊，定灵善思量之吼，爱提天哦，善思量之啊，那提天就是爱个大个人讲，爱用恁的文慧听，唔是干那讲。啊、哦，听我知啦，知啦，听有啊无？有啦，有啦，了解无？知啦，知啦，唔是干那安尼念呢？唔是用分别啦来听佛讲的法，爱用智慧来听法，唔是用知识来听法，这些佛懂。爱大家人提听，这个提就是真实，要听
迄、那个真理的心，安尼来听，爱斟酌斟酌啊，用心听，这叫做谛听，啊，就是专一心好好听，听法入心，这叫做闻慧呀。善思，那就是思慧。法听了后，不是听入去就好啊，听入去爱搁再思考。所以咱常常讲闻思修，听法了后啊，爱搁好好思考。这个法内面所含着的道理，万幻的是从一心一念，咱现在听一法啦，无不都是一念中来生万法。从佛陀的一念，迄、那个智慧啊，咱来用心听，爱修纳入咱的心，从咱的心呢听佛的法，那一旦这一念啊，就涵盖万法。真的就是咱爱思听了后，虽然佛陀简单的一句话，其实呢，咱好好甲思考啊，已经呢是包含了这宇宙万物的真理哦。咱若好好来思考啊，每一句话都是涵盖着真深的道理，这个法，咱爱讲善思念之，那念呢？念之就是爱修慧，咱爱修啦，闻思修嘛。听了后，好好思考，思考了后，咱爱身体力行。佛陀所讲的法啦，都是善法。善法呢，就是涅槃的因。定定甲大家人讲，涅槃唔是讲啊死啊啦，啊完结啊啦，安尼叫做涅槃。涅槃的意思呢，是寂静的意思。咱的心嘛，那就是啊。烦恼万心嘛，规个心拢是烦恼，不得清净啊。所以咱修行呢，从这些污浊烦恼，就是爱一一去除去除啊，贪嗔痴慢疑等等啊。咱虽然去掉了贪嗔痴，但是呢，那也过有迄个慢，就亲像前回讲过，正常慢，或者是呢，无法度通去理解佛的法，心中也过有疑啊，那也过有慢跟疑啦，法也无法度入心嘛。这就是障碍佛法入心嘛，所以咱永远都无法度呢进入涅槃的境界。所以讲起来善法啊，就是要让咱进入涅槃的境界，就是寂静、寂光，吼、哦，那心永远都是光明的。清净无染着，这嘛叫做涅槃嘛。那净寂清净，这嘛是涅槃的境界呀、啊。
咱的心，你会当到阿弥的境界呢？等于是已经呢了解了这真如本性，回归真如本性，迄、那个境界就是涅槃。所以回归真如啊，那必定爱有善法，法譬如水啊，洗涤咱的心烦恼啊、无明啊、慢啊、疑啊等等的障碍，都是需要善法来给它去除。要安怎？会当接近这个善法呢？佛陀所讲的无不是善法，但是咱众生种种的障碍，所以还佫离这个善法一段的时间。要用什么方法啦？那就是第一，爱亲近善友。咱正面唔就是讲过？远离善友，这就是自我障碍。所以咱必定呢爱亲近善友，就亲像讲，除了佛陀说法以外，净土那净地净见，如舍利弗、目犍连、迦叶等等啊，这不都是拢总是善友吗？那么咱现在啊，两千多年后的现在，同款有净团，咱爱用净地净见亲近净团，这嘛拢总叫做善友，这样真正要爱，会当接近善法，必定爱亲近善友啊。第二呢？那就是闻正法，咱来定定呢，亲近善友所讲的法啦，这闻正法，有当时阵啊，听到咱同修啊，大家人听法了后，都一直甲大家人叮咛哦。你大家人爱固化心地呀，那过去听的话啦，咱爱直接跟大家人分享，听了后好好的思考，思考了后呢，爱大家人共同分享啊。咱现在知影的不断流传落去，拢唔通去互偏差。这嘛叫做正法啦，法是要予咱用的啊，经是一条道啊，这条道呢就是路啊，路都是要予咱行，所以啊，咱爱亲近善友，咱爱听闻正法，咱爱思维记忆吼，听了后好好啊。来思维这个法啊，安尼呢有适合的现代世间无？这个法呢，我做会到无？啊，我做会到呢？啊，我有伫咧做啊无？这就是啊，咱学佛者呢，闻思修这个善法啊，其实这个善法呢，也个有啊。五戒十善，这五戒十善啊，是佛陀来人间啊。那要安怎样，让众生弃除习气？所以讲，世间人啊，若会当修这个五戒十善啊，这叫做世间的善法。
还有出世间的善法啦，那就是三合六度吼。三合是对家己有利益啦，会当保护咱家己呀，心甲心吼会当保护着。啊，六度呢，那就是利人啦。六度就是六波罗蜜嘛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。顶顶呢，这当中叫做善法。真正是爱好好用心啦、啊，佛陀的教法啦、啊，在2000多年前，佛陀呢用伊的智慧、慈悲呀、啊、来看待众生，佛心系众生啊，迄、那个慈悲的心都是挂念伫众生里，惊。烦恼众生无法度通了解一生的妙法，所以苦口婆心嘛，一定呢设三圣教法啦，希望众生啊会当接受。偏偏众生呢，那就是文化较古来呢，家己未当了解啊，搁伫这个法的内底起着迄个正常慢。都亲像啊，即提婆达多同款啊，这是佛陀真烦恼的代志。唔只是一个提婆达多，常常讲啊，一心无量恶法呢，嘛是同款一心无量。所以希望人人信爱正信啊，烦呢爱正烦。所以咱必定爱亲近善友啊，咱才会当闻正法，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啊。